那平东县政府推动各种小学突破至高教哦，是新年的，也参加学生人数累计差不多爱50,000人。还过头成果辉煌呢，就盼在为全班将本参加健步比赛的各级入选者，还本小朋友采风景，希望透过今日报道，不过看多年的好高迪拜发生的事情。办法将充分进步比赛得名的同学，也就得将的学生的，虽然还是小朋友，唔故意的呢进步作品，已经表现出对于共享议题的关心。不要多排放废气，不然会造成空污的影响，会对人类的身体不好。因为人健康对人体很大，所以我才选这个主题。在教研社主播台上，记者喺小朋友模拟主播同记者连线的时况，而等喺今年热播书中嘅记者，希望从细路做得累积丰富嘅采访经验，下辈成为优秀嘅新闻工作人员。我是希望我以后的工作是成为主播这方面，所以我觉得现在从小记者开始培养，我希望把更新的事情用那个写作的方式来告诉大家。推动突破教育满10年，屏东县教育处长王飞兰表示，在全球化的时代，突破制度的本身也能认识世界，开拓国际的视野，了解时代的变通，进一步成为优秀的地球公民。下届新闻陈文年屏东报道。